小周话养生，健康你一生，欢迎回来。前两期我们讲了健康长寿关键，他古人为什么可以活到100岁？他们懂得道，才会动作不衰，100岁还可以很精神的抖擞的走路、行走、生活的状态特别好。那么这一期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主题是什么？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在养生的路上，《黄帝内经》告诉我们，要想活到100岁，超过100岁，必须效法于阴阳，法益阴阳，合益素数。法益阴阳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人要效仿于阴阳的变化而变化。现在是中国的秋天，今天是处暑，那么早晚开始变凉了，中午温度还比较高，所以阴和阳，各位你一定要了解，你不一定要精通，但是你必须了解阴阳之间的变化关系。太阳为阳，毫无疑问，月亮为什么？阴，所以白天为阳，晚上为什么？阴。万物是负阴而抱阳，老子说的，任何东西阴阳变化，你阳消耗过了，阴要滋补。父亲为阳，母亲为阴，天为阳，地为阴，男人为阳，女人为阴，小孩为阳，老人为阴。小孩当中又有阳中之阳，小孩当中的男人、小男孩又为阳中之阳，小孩当中的女孩子为阳中之阴。阴阳是相对变化的，大家知道早上起来太阳上升，温度越来越高，到了中午温度最高，温度最高这叫阳中之阳，开始阴气上升，越来越高，最后到了晚上阴气最大。冬天也是这样，秋冬为阴，冬天为阴，所以这就是阴阳的变化，是我们人。那么人的一生呢，同样也是阴阳的变化。我们人生活在什么间啊？阳间，百年以后又到地下去了，那叫阴间。所以小孩出生以后，老子说了，一个小孩出生呢，他是纯阳之体，把他扔到山上，老虎都不敢咬他，为什么？他的能量太大了。所以生小孩越多的母亲，从养生的角度来讲，妈妈活得越长，这个大家去体会啊。所以我们大人年纪大的，在养生的路上，你应该更多的看小孩的状态，因为小孩是处于一种天真纯洁的状态。当我们出生以后，接受到很多信息以后，我们人就变得纠结了，我们很多人变得痛苦了，我们很多人变得矛盾了。所以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当你抉择的时候，你就会纠结，当你纠结的时候，就要消耗你的能量，就损伤你的身体。所以各位，你想一个人活得长，是单纯的人活得长，还是纠结的人活得长？所以各位，在生命的路上，养生也是阴阳变化，你的说的话也是有阴有阳，有的字是有能量的，有的字是有负能量的，有的字是正能量的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说的话都要让别人接受到一种能量，比如说爱呀、负责任啊、心平气和啊，对吧？担当啊，那都是有责任的，那都有能量的。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，天地之间太阳每天出来，从来不求回报，月亮到晚上都出来。那有的人说天气不好，
不管天气好不好，它都出来，只是你看到的天气，眼前所看到的和你看到的真相是有区别的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中华民族的人，炎黄子孙，我经常讲，只要我们白天穿过云层看到的都是一种结果，叫蓝天白云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人应该怎么样让你的内心世界达到一种阳的状态，达到一种纯洁的状态，达到一种相信别人的状态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这个社会很多人都不相信别人了，因为改革开放很多年透支了我们的诚信。这个今天我们不过多的去分享，只告诉大家生命的状态是阴阳变化的平衡的状态。如果你一旦打破平衡，身体出现问题，那么你就要调整。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，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病，只是一个提醒。所以跟我认识的很多朋友，他找我看病，我说你这个不是病。他说小周老师为什么不是病？我说这本身就不是病，因为你前一段时间违背了一些规则，偏离了自然轨道。只要你调过来，能量慢慢慢慢调过来，回到轨道上，回到大自然的磁场当中，回到爱的海洋当中，回到爱的磁场当中，你慢慢就变化。这就是阴阳变化。当我们了解了阴阳，那就要还要合意素数，要和谐统一你的生命的状态。第一个素是职业技术的素，古人讲的素就是讲的我们的职业。那么好的职业，古人说为上中下九流。比如说一些下流的职业，那古人是不做的，即使给钱也不干，因为古人非常珍惜自己的什么生命，生命是最重要的，钱是买不回来的。比如乔布斯这么多有钱，我们中国的王君尧这么有钱，但是生命不在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生命的存在，存在就是无价的。昨天晚上有1500人离开了，中国每天有1500个人由于心脏猝死提前离开这个社会，一年大概有几十万。各位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很荣幸还活着，还健康的活着，你应该很开心。开心为阳，孝敬父母为阳，给别人说好话为阳，助人为乐为阳，自得其乐也为阳，孤独的享受快乐也是一种境界，也为阳。所以各位，当我们生活当中你能够随时调整生命的状态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职业很重要。所以古人说过术不可不慎，孟子说过的，就职业一定要慎重选择。比如说古人因为有打仗，只有矛和盾，寒人唯恐伤人，士人唯恐不伤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做矛的和做盾的，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。做矛的希望这个矛做的什么很锋利，一刺就把对方的盾刺破，把对方伤害掉，所以他的心就会变得什么，时间一长就会心狠手辣。做盾的呢，他希望做这个盾做得很结实，不管对方的矛有多么厉害，我都能挡住，所以他的心地就非常的慈悲和善良。各位，你的职业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心理的能量和心理的状态。
毛对也是如此。那么古人说了，一将乌将也难，就做医生的古人啊，今天人很多医生也非常好，古人医生是以治病救人为天职。我是做医生出身的，我做了11年医生，我决定离开。为什么会离开？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状态那个环境出了问题。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要想活到百岁，一定要选对行业，选对女人，选对老公一样。这是一种能量，职业是有能量的。比如说老师、医师，他的职业是有能量的；农民，他的职业是有能量的。当然今天这个社会职业太多，大家去斟酌，只要你的职业你热爱，符合道，你帮助更多的人，符合道，身体健康，那么你的职业就是最好的。我也祝福大家，凡是熬夜的伤害别人的职业，你尽量别去做，因为它背道而驰。那么职业除了职业以外，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呢？我们下一期继续给大家分享，谢谢。